些人是在排队吗？我们是米朗奇耶。哎，真的在排队。我们先进去收好门牌，好的。可以先写上去哦。我们是几个人？三个人。有哎，他有哦，他是，哎，这也是早午餐的，对，他是早午餐啊，嗯，他也有，他就是早上早午餐，然后下午是那个下午茶，然后晚上有晚餐点心。哦，对，他这一家价位有没有？因为价位其实两边价位都差不多，配这个。这家会贵一点，对，这家会贵一点，对，因为它的比较。稍微的精致一些出来了，但一样，那吐司跟那边一样，它那边也是170。啊，对，就是看你是要点一个整个的 set 的，还是说就单纯的像这样，是吧？这个的话它250，它那边也是差不多价。嗯，对。哎，那其实都没差。对，两边价钱差不多。对，它只是这边它多了早午餐这种 set， 那边比较少。哦。对。大早这么用功，我们就来排队。厮杀小啊，这边在排队。这边没有在排队，这是为什么？啊？还好我们约10点，刚好来这里排队。对。排队，来看啊，美女啊，咖啡，他那个朋友推荐，如果可以喝啊，冰滴是可以喝一下啦。咖啡等一下点，我们来先看后面的餐，是吧？哦，餐来了，餐来了，哦，草莓松饼，金纸，哇，松饼厉害的哈。数量一，好，这一个重配三明治，好。哇哦，重配三明治，它是要蜂蜜芥末。你有吃牛肉吗？是吃。还是要吃一个这个，换一个。可是它这个比较少，它就只有两个。哦，好吧，那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啊，对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？草莓奶油松饼，好，这个饮料，好，我来一个冰滴咖啡，冰滴咖啡，好，是这个吗？冰滴，哦，哎，厉害耶！啊，古吉，我最喜欢古吉，好喝。哦，好，冰滴，古吉，好，等一下我想想哈，冰滴，好，差一个饮料而已。那我点拿铁冰咖啡。要卡吗？不用。好，那跟你核对一下，美式摩卡冰咖啡，然后冰拿铁不要糖，冰滴咖啡，你是要对，要这个的，对对对。哎，我可以请问这个跟这个差别在哪？它的话是浓缩咖啡，这是手冲咖啡，那牛奶量的话是这个比较多。哦，哎，那我换这个好了。那要一样不要糖。对。然后一个草莓松饼，然后一个手绘三明治跟蜜汁火腿。哎，对。那另外一位快到了吗？哎，对。哇，我们可以进来了耶。好，最后一张。先吃哪一个？对啊，留一份给他就好了，不然这个要哇，好了。
先吃这个，可能 CP 值比较高。对。还有2000。看到一个球走进来就是他。他冰滴很新鲜，我喝过那种不新鲜的冰滴，就冰了好几年了，那个会发酵，因为咖啡其实不会坏，但会发酵，那个发酵的是会醉，会不会会让你头晕？那你可以走了。对，那时候去屏东，然后喝到，然后头晕了。我一开始不知道，是后来我到那个屏东大学他卖咖啡，他喝一口，然后说：“他说弟弟，这个发酵了。”啊，发酵了。他说你喝了会头晕。我说难怪我觉得我晕晕的。不会。这是熏火腿，熏火腿，有想再点吗？再点吗？这个就是他那个什么老五三星，我一定要把它吃进去。对啊，我也是。可以换一家一个吧。这边是三百三。嗯。好好吃，是啊，不错嘛。那那高贵的地方就是在沙拉。但是啊，我没有吃很多。不要看我这样，我没有吃很多，真的真的。那就客气了，你要换我的。因为这是早餐，有早餐嘛，反正就是要乱过去的。现在吃早餐就变成乱了。它的美奶汁很甜哦，那个比一般再甜一点。这里面是冰淇淋耶，然后难怪他会说软话。对啊，原来是因为里面是冰淇淋。哦，很浓的奶油。
蓝色比较深，奶霜奶的味道。然后来这里，必点的松饼，这家店一定要吃到的松饼。然后因为这季节是草莓季，对，所以现在草莓，对，就来吧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两个换看他吃，因为他一直不出现。我们的牛角，今天的牛角，这甜点邪恶的地方有点沾了满满的果酱，对，但吃起来真的是怎么讲？可能会得糖尿病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嗯，这一讲然后三个讲，然后用完了。我觉得这东西最好吃的第一名真的是松饼，干完嘞！我们不是要吃那个？好了，网络网络的那个评鉴是对的啦，他松饼真的。真的，我们约什么嘉义？干嘛约嘉义啊？然后就约刚刚那个外国人是吗？对啊。人家外国妞去隔壁了，去隔壁接的。我们就偏要来这间，怎么样？他很早期的。他很早前有这个心情，那你知道我现在几岁吗？现在40岁。哇，你也太老了，不是我意思。哎呦，啊，你也太老了。所以你知道等一下怎么讲话吗？就是这么直接。对呀、啊，得罪了方丈还想逃。我们都是这样，我得罪了更大的、哦。然后最后就得罪，我直接得罪老板了，老板直接告我。我直接得罪他，然后告我。他已经不是他普人了，对对，已经不是这样了。对，他直接跟我断绝来往，逼把我逼死。谁叫我真干，真的活得好。对，他直接把你赶下山。对对对，干直接把我踹下楼。叶秘密，不是站高不成吗？站高不成啊，一手我赢。一手我赢哦，录下来，去查得到一手我赢。我觉得如果以口感
感来讲，如果说女生来讲的话，我会觉得烟熏火腿三明治比较好。你站在你自己的，就是你吃了第一口的感觉，第一口的感觉，对，就觉得哪个就不错了。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会选中腿，但是吃下去的时候我会选烟熏火腿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酱料跟它的口感很好吃。好，对，每一个人第一个讲的东西大家都是一样，我也是。我虽然我先吃了龙龟三明治，但是吃完后我再吃火，所以他们我一看吃下去是没有不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但是我在吃了那个烟熏火腿的时候，我发现它那个沙拉搭起来的时候更好吃。对对，就是少那个沙拉，如果那个总归三明治里头的蛋换成那个沙拉蛋，对，就没有味道，就是200多。对，我们没有骗你，我们出来都已经排到59号，我们去的时候是十几号，14号，对，反正影片有录，就十几号有交到我们。好，那这边供给大家参考。那个松饼就不用介绍了，它主性就是松饼，所以你点松饼绝对不会踩雷，对，好吧？那现在季节就是草莓正在盛行当中，所以就跟我们一样，你想吃草莓就点它。对，绝对甜死你，不是绝对甜蜜蜜啊。对，那约会应该是蛮好约会的地方，对，很适合约会的地方。好，那一集我们上面那一集就做一个补完景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明天看完了，耶，拜拜。